动漫鞋子怎么画？我们来画出鞋子的底部，然后来画出鞋子的上面部分，然后画出鞋帮，画上鞋带，然后我们来画上装饰线。然后我们来给鞋子涂上颜色，黄色涂上鞋子的颜色。然后用浅紫色画上鞋子的阴影，像这样，我们动漫里的鞋子就完成了。